免钱饭菜吃下肚，少侠还要耍白目。邀请我们吃饭的人就说：“少侠，你要不要吃一些猪肉？”那他说：“我就是喜欢牛肉，这样嘛，不行吗？”而且他们说：“我明明就是想要吃隔壁的，他们有 Haagen-Dazs。”今天晚间11点，超市1/2强。